深情一吻，在亲朋好友的祝福见证下，艺人王思佳和美籍华人就完成终身大事。王思佳还当众放话说，结婚后要连生三个小孩。一直以来都希望，小孩至少要有两个，对，那能不能三个就 up to you。Can you make it？ 肯定可以，这个没问题。你可以吗？这个没问题的。18号晚间，王思佳在台北举办婚礼，席开30桌，包括圈内好友李延锦、拐拐、许维恩等等都到场祝贺。今天刚好有空，然后来参加就是自己好姐妹的婚礼，对啊，很祝福她，然后也很为她开心。婚礼现场众星云集，倒是王思佳的老公静静的站在一旁。一谈到贴心的老公，王思佳脸上挂满了幸福的笑容。谢谢我老公，他其实比较低调，但他愿意陪我一起做这个 interview， 很感动。今年33岁的王思佳透过杨凡老婆介绍认识现在的老公，他说两人在婚前仅仅约会过12次就决定终身大事，婚后将跟着老公在美国定居，但他最爱的演艺工作还是会持续下去。记者台北综合报道。